大家好，欢迎收看小思淘宝。前两天啊，有位朋友呢在我们微信后台留言说啊，呃，说我之前买了一个保险，保额是三十万啊，觉得呢不太够，想问问是不是可以再买一份？那如果再买一份的话，我生病的话，保险公司会都给赔吗？哎，今天呢，咱们就来说一下买多份保险是不是可以重复赔付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啊，要分情况来看啊。首先呢，你要弄明白你买的保险是什么样的赔付的原则啊。常见的咱们这个保险的赔付原则有两种，一种呢是定额赔付啊，另外一种呢叫报销补偿。那这两种的赔付方式可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像咱们常见的重疾险，还有寿险。 还有这个意外险里面的这个身故和全残的责任啊，这些一般都是定额赔付。那什么叫定额赔付呢？啊，就是说啊，你只要满足了这个赔付条件啊，不管你要治这个病或者说要这个弥补这个损失要花多少钱，它就会赔给你一个固定的这样的一个保额。那如果是买了这样的这种定额赔付的多份的这样的保险的产品的话，那么出险之后呢，所有符合赔付条件的保险都是可以一起叠加赔付的。 啊、呃，比如说，呃，一个朋友可能二十多岁的时候呢，收入不高，先买了一个三十万保额的重疾险。那等他到了三十岁的时候，手里的钱多了，又买了一个五十万保额的重疾险。那如果说有一天这位朋友确诊患上了重疾的话，只要条件都符合，那么他就可以拿到总共八十万的重疾险的保额赔偿。 但是啊，另外一种咱们常见的保险产品就是医疗险，它的赔付原则就是报销补偿的。那这个报销补偿呢，也就是说你这个赔付的总额不能超过你实际花费的这个医疗费的总额啊。比如说，呃，一位朋友生病住院，总共花费了八万块钱，那这里面呢，社保呢可能可以先报销一部分，咱们就假设能报销三万吧，啊，还剩下五万自付。那 这个朋友呢，可能有一份这个百万的医疗险，再减掉一万块钱的免赔额，剩下的四万就能报销了。但是，虽然你是买的百万医疗险，可不是说你患了病之后马上赔你一百万啊，就是你花费的这个钱加上社保加上百万医疗险的赔付，肯定呃是不能超过你实际花费的这个医疗费的这八万块钱的。 啊，uh, 所以说啊，就算你手里不差钱啊，只需要买一份百万医疗险就够了。如果担心免赔额的问题呢，那可以再搭一份这种小额的这种五品维和或者免赔额比较低的这种医疗险，买多了也不会都给你赔付。而重疾险和寿险呢，倒是可以随着咱们收入的增加去做一些这种补充，只要这个预算的充足，哪怕多买几份也是可以的，到时候都可以是多重来赔付的。